我操，这么狠吗？都死完了？我操！哇，好狠啊！蜘蛛，我有一踢。骂你们，蜘蛛来了。 这什么、啊？蜘蛛空血，蜘蛛空血，空血在这儿。嗯、啊，没事，你不用推线。哦，好舒服，舒服，很棒，很棒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啊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有闪吗？他应该死了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有他这个走位。哦，怎么办？送这儿。啊、哦，有闪。 啊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一拳蓝波的线，没事，他不好下去。蜘蛛，我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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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被越了，嗯，我下来。他应该要死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哦，我一拳还不，哦，可以。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吓到不？吓不死。哎，抓不到，抓不到。嗯。 主要我也不敢吃技能，这个辅助太肉了，直接能给我秒了他们俩。应该加导龙。啊！ 卡了，我操！哦，上路要看一下。哦，蜘蛛又在。卡没有在圈，管。我靠！我倒是没死那么多次，但是发育有点问题了。他们不回去的嘛？啊，回去了。 要打龙啊！虚空中第一法则。是的。我下来，我下来。那蜘蛛在下。我靠，这兄弟直接被秒了。我下来，我下来。再去，再去。来，来，我这里可以看。 哇！有闪，完蛋，出问题。没事，你发育吧，你的发育好，我们这盘打团还能打，没事，慢慢来。nice， 哎，杀他，杀他，没闪，没闪吗？不知道，帮你说的嘛，没闪你才想杀他嘛，对不对？ 这个没道理，这个确实没道理。讲道理还可以，刚刚那里。我觉得傻屌英雄有点太肉了。 你小香他们都去中路了，你快跑！妈的！卡妙也过来了，他们要打龙，要给，要给。 哇，这什么？哦，在你那儿。啊。怪这兄弟。啥呀？我来了，已经。兰博没大，你直接来吧，直接来中吧。OK。嗯。他们什么技能啊？下路。AD 没双照 ，AD 好像还有虚弱，闪现是没的。闪现刚刚用了，辅助全技能，没闪。 加油，一进杀！哇，好猛！有闪就杀了，太猛了！哎，哇，有人 TP， 你可以往后走吗？啊，死不了。他没闪，我这波要毁，没撞，我往后来了，慢点。可以，他们中路上当了，来。 他没闪。嗯，点羊，好的。哎，我靠，他闪现撞墙了，可以。他没闪的，妈他跳过去了。我们艾克闪现撞墙了，我操！啊，是吗？倒了。可以这样发育，可以。 牛了！哎呦，蜘蛛没闪！呦！疯了吧？疯了对面。OK， 我吃一下，吃吧。蜘蛛着急了对面。 他被打断了，啊，放慢了呀！啊，不然这卡米尔死了。哎呦，你弄牌都可以。好的，杀他，你杀。打了吗？All right。哎。 疯了吗？哦，莱斯啊，赢了！哦，我可以看，能看吗？我可以看，我绕这儿。他能跳过去啊？需要追上去！我在这个能蹲到，兄弟，你看一下，这里有蜘蛛可能。啊，这儿有眼。 哇，这里有眼，我操！啊，哇，送了！我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这什么啊？哎，我应该直接用进化的，好像。没事，可以打野。哇，这蜘蛛的伤害，我操！ 小心蜘蛛！我靠，我就冲！好，来，他没技能，好的，追一波。 慢点，完蛋！哇，这什么、啊？太变态了！我操，他那个大招！哦，蜘蛛！哎，我操，这么狠吗？都死完了？好样的！我靠，这个人一脚又踢了我半血。 杀他，应该能杀。给你蓝眼。啊！哦，没事，你给我视野，我能打不了到他。啊！哦，办？娱乐想让我帮你报仇吗？我操，这怎么办？空了。啊、哦，赢了赢了！真的太辛苦了，怎么感觉卡莎打团好难啊？我靠！对面就是挺恶心的，只要凯妹一大招就赢不了他。哦，GG。啥呀、啊？